干，我在，不然我们把这个天师门往后拉拉看好了，反正这个一开始就会变不见嘛，把它放这样。诶，这样站位好像比较好一点，对不对？消失，等于说我们场上只有四个人，有料哦，哇哦，哇哦，有，哇哦，呜！阿贝，我来了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BAY 阿贝。那么今天呢是开服的42天嘛，也就是我们第二赛季开始的第一天。那阿贝呢，马上来氪了这个千道基金豪华版的，哦，这个 CP 值相当的高，差一点就给他忘记了。哎，对了，今天要做事情超级多的欸。那阿贝今天真的是有点忙，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10点多，等于说我要赶快的去把我今天要做的事情在1小时内完成，好像有难度欸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不妨先帮阿贝点一个赞、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你就可以收到阿贝最新资讯了。那阿贝呢也做了相当多的影片啦，就是有做了之前的影片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，就是我们第二赛季出的活动的影片，有相当的多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好，那现在阿贝氪金程度差不多是在，我看应该差不多12000吧，12000左右，应该还没有到12000，因为阿贝最近出的蛮少的，最近就是100100慢慢出。好，那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资源多少好了。我们现在的资源，哎，突破单怎么有一点少啊？怎么感觉领了很多资源，突破单还是很少？我们先来抽一下这边好不好？先来把我们这个天师门抽出来，来抽一下，抽一下。哎，哦，还没到月初哦。哦，月初的话才会重置这个祝福值，到时候又可以再把这个三只给换出来，对不对？一个月差不多就是换个2只到3只吧，阴阳的角色。嗯，我看一下，如果我这个一般的我有换过吗？一般的话要200，一般200其实就蛮贵的，对啊，100就好了。一般的我们换100，对不对？200就不要了。200就不如拿去买这个阴阳的角色出来。好，那我们来抽一下吧。我们赶快把这天师门抽出来，我们就下课。现在比较缺天师门而已。来，阿贝，哎，我要单抽，对不对？差点忘记哦，太久没有来抽就忘记了。三抽，惊起来！哇，直接下课会不会？四抽一指嘛。5抽、6抽，所以我们原本是246一指咯。各位观众，你们觉得阿贝几抽之后呢会出？哎呦，鬼谷派不错哦。我还想说要出，靠腰我是不是抽错啊？干，还好没事，还好没出金的。我操！对啊，我想怎么？咦，鬼谷派。啊，难怪，搞不好早就出了。我这边没有设定火的心愿呐，来了。哎，太快了吧！我们才16抽，已经出三指哎，16抽3指哎，好浮夸的几率哦。单抽果然会出奇迹啊。那这个最新的活动快到了，金起来！哇，该金了吧？4指了。哇，才抽20几抽4指哎、欸，超级浮夸的，赚到烂掉。PT 我们丢开子 ，PT 我们丢开子。可是金色出来的速度有点慢，应该跟我一开始抽错地方有差，我觉得这个有点伤啊，搞不好早就出来了。哇，这个4指出完之后，来了一个大大的空窗期。
好，该进了吧？阿贝，气再来，进起来，干五指，操！哎，46抽了五指，平均10抽一指，不错啊。但是就是没有出金啊！快点，我抽个天下会，我不是抽个那个，我就下课了。哇，这样已经出5只嘞，五指哎，五指。假如说一只是价值400元宝的话，进起来，干六指，我操！今天是怎样啊？算了，给那里，怎么感觉有点差？六指，所以说平均差不多。十抽对不对？十抽一指，我觉得蛮运气蛮好的，运气挺好的。我们来稍微的合一下，那记得可以合到这个4.5星或者是5.5星，不要合到紫色，好不好？不要把这蓝色上紫色，大家自己稍微的注意一下。好了，那我们这边就先给它结束掉好了，先不抽了。再来我要干嘛啊？我们来刷一下这个悬赏，来给它刷起来，刷个1000元宝好不好？现在是加倍嘛，对不对？加倍这个120我会给它下去。哇，这120啊，这领取哦，三小怎么变领取？那这个的话不怎么值钱，洗掉。怎么脸有点黑啊？哦，为什么会直接可以领取啊？洗一洗怎么自己直接可以 领取的、啊？什么鬼啊？再确认一下，没有东西哈。60个，不值钱啊。来，至少要120以上，我们才接受。哦，这个可以，因为。这个可以的原因最主要是我们的那个侠客兑换嘛，准备要出来了，勉强给他下去好不好？勉强哦，勉强的给他下去。哎，今天的运气好像没有这么好，运气干啦，没加厚呢。哦，40是不是40元宝而已啊？对不对？我有花这个元宝买这一箱，那这一箱就可以加60嘛？那一箱60，所以说一点好感度就是一块，就是一块。所以这样看起来其实不值钱啊，对不对？这个两箱就是80元宝而已啊！羞羞啦，羞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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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科费。然后这个给他派遣一下，咻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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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在想说之后这个可能我们转成用直播的方式好不好？就阿贝日常在做的这些事情改成用成直播，你们觉得如何？好像蛮不错的，直播比较轻松，你知道吗？拍片比较累。拍片要比较难放松，你知道，精神会比较紧绷。哎，这次都没有看到1000元宝嘞，哇，尴尬，没有那个，没有武将可以派了，哎，极度尴尬。1000元宝没有降漏啊，这个有空我们再来解一下，不错啦，可以拿到蛮多资源的，对不对？加减给他拿起来，哇，不错不错，你这个资源啊越来越肥，前缘卷99张，好肥哦，这到时候一次喷发包什么感觉？好爽的感觉，哇，到时候我们就侠客兑换直接直播好不好？那一集我们就直接直播了。直接直播，哎、欸、哇，24个，刚刚是不是有那个啊？啊，这先把它开起来，好不好？得了，昆仑派，我们的昆仑派来了。嗯，哇，这个超级多，这个多到一个炸裂，哈哈哈，跟鬼一样的哦。来，
哇，这边有这么多哦，来，这开起来，开爆！哎，那从哪边来的、啊？我倒是没有特别的去注意哎。哎呦，还有蓝色的，氪金给的吗？可能吧 ，maybe 。来，再来，我们来带大家看一下五行联赛。耶嘿，五行联赛出发！哎，今日免费次数已经领了。这个联赛可以获得什么？刚刚没有看到的。哎呦，五行联赛跟这个一样哎、欸，哦，不错哎、欸，等于说我们又多一个管道，可以去拿到黄币，对不对？黄色的令牌，黄色的牌牌，这边也可以拿到吗？我们的论剑三装五行天赛。也可以拿到黄币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来做一个提升，好不好？羁绊，要到化境，化境可以开第四个了。先不急，先不急，这个后面要的资源太多啦，多到太无情啦。这个其实说真的，慢慢来就好了，对啊。我为什么会说慢慢来？我看有一些人很急哎、欸，就说什么啊，这个经脉获得的管道很少啊，我想好想要冲哦、喔，这样。但其实阿贝是不推荐的、喔。那为什么不推荐？为什么？因为阿贝的这个有没有装这三本秘籍，其实我是觉得影响实在是很有限啊，很有限。所以早开跟晚开好像也没什么太大的一个差别啊。再加上啊，不是再加上，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？很简单啊，最主要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书也都还没有合上去。那你急着去多开那一格格子，我是觉得意义比较没有这么大，没有这么大。也不说完全没意义，只是说你就是，啊、你就是多开一格啊，结果你放上去一个金色的秘籍，放上去一个红色的秘籍，整体其实影响并不大，对不对？那么急着开干嘛？那就慢慢来，慢慢嫖就好了，反正你的秘籍也跟不上，对不对？好、啊，这个就直接给他吃下去吧，开课了。那这个羁绊的部分，大家稍微注意一下，好像不能回退啊，不能回退的话，我们就要给核心武将。核心武将就是像是可以练的，就有这个天师门，还有天师门跟这个武当、六扇这些。好，来，我们来准备退一下这关卡。哎呀，好不想推哦，这关卡真的是超级难哎。那难几点？然后我们今天一点提升都没有。对啊，怎么打？这个突破单还缺这么多颗，还缺11000多颗，这要怎么推？凑不了，真拿他没办法。你看我们今天奇怪哎、欸，这个战力怎么这么高啊？4401×734。330%已经快要6倍战力了，有够难打的、欸，应该可以过吧？我们都已经啊，不对，不是我们都已经，我昨天已经干了整晚，打不上400%，就是打不上。干这个真的烦，这关他妈的这个一直切我后排，一直切。哦，有开出来了，弹走，碎，有机会。我操，你看这个。就开始转过来了，这一个人，唉，这一关真的有够难。难道我现在要直接就是放推吗？干脆直接放推算了。那你看他妈转那么快啊，太扯了吧！这梁山伯怎么转这么快啊？我操，我的武当直接被他咻咻就秒杀了、欸。武当不是可以把人给弹开吗？
操，你这个妈的这一个，哦，受不了，不然这样子，试试看，看他这妈的又直接干我的两刀，噗噗。哦 ，hold 住了 ，hold 住了，有了，哇哦 ，unbelievable， 过了，哦，这个天师门的位置站位相当的漂亮，直接让他砍不到人，我们就过了 ，pretty woman， 丢开支，哎，不要再过来了，梁山伯。你再过来，阿贝就要翻脸了！哇，个是百千万、十万、百万、千万，谈了2400万，来了2800万！哇，这个队伍里面没有老鼠屎，你知道吗？没有老鼠屎啊！来，再继续出发，换一下这个阵容，好像不错哦。那接下来打算是先把这个。天下会，哇操，这又是什么关？啊，我头好痛哦！什么？照理说下一关应该直接就碾压过去啊，怎么又要刷、啊？对，弹走，把它弹走。给小，哇，这个真的难。怎么那么刁钻啊？我们的这个书已经有给奶妈啦，不要这么刁好不好？蛇形刁手，关蛇形刁手屁事啊！哎，我的武当被他 pew 一下又没了，是怎样？怎么又有那个啊？不要 pew 我的武当好不好？天师们给你 pew。天师门让你 pew， 不要再乱 pew 了。对，弹走，所以啊，我的六扇门怎么没了？奇怪，我六扇门怎么没了？哇，你妹，这关卡一定要搞成这个样子吗？哎，池航你还没有出来哦，你的水没有出来，水出来一下吧，池航，都已经给你一本吸星大法嘞，让你坐着都能吸土啊！不是，我说那个啊，让你回内比较快，速度比较快一点啊。对啊，不要这么慢吧？哎，哇哟，不行嘞，这慈航在前面很容易就没了，还是把它放中间吧，放中间看会不会好一点？怎么是谁啊？是谁一直操我后排？你他这一只哦，这只是谁？干，别搞啊！有了，这次过了吧？哇，是哇，哎，对手的气是不是变快啦？对手现在机器好快呢哦，那样呢？那你干掉，凶悍了吧？一下就直接把他抓出来，真笑哎！哎，实在是推不太动哎，这个怎么这么硬啊？后面对手的战力提升太多了，对啊，这个已经越到 6.2 倍了，基本上能越到7倍以上就太厉害了。那6点多倍是差不多，这个应该不行了，对啊，6点多倍就蛮紧绷的。那为什么孤军这么少到可以猜这个？哎，孤军为什么这么少？然后对手战力这么高，最主要就是因为阿贝之前的进度都维持的太前面了。我们来带大家看一下，就是一直是维持着在这个400%的高压状态下。然后每一关都超前部署，
这个你看，哎，这个跟我差不多哎，那我看一下，哦，他的关卡跟我一样，跟我一样，这个练度跟我差不多了。哎，他阵容这边是选择上冰老，上冰老有比较好吗？哎，他的资源比我多啦。他有三只嘛，三只280，我只有两只啦，还是有差啦。我这个应该有三只就过了吧，应该就过了。我看一下现在做160啊，不然我们来推一下这个好不好？这感觉也推不太动。最近这个四项也超难推的，欸，到底是怎样？每一个都要我命。他好像四项更新了，之前的 buff 全没了。这就有点尴尬哦，哇操！你看超痛的。哦哟，有，靠这个武当派 carry 起来，哎，过了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来推一下这个好不好？拿一下资源。哇哦，没有六扇门也过了。其实我跟你讲，到时候昆仑出来，哎。我们搞不好把昆仑上来啊，哎，对不对？哎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把昆仑弄上来嘛，是不是？弄弄看香不香？对啊，既然都送来不用，直接给他上来了。然后我觉得差不多也可以把它练起来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武当我觉得先白试就 OK 了啦，还没有要求到要这么高，因为提升上去的这个加的幅度其实不多，这之前大家也看过嘛，对不对？大家也是看过的嘛。来，我们来气化埋，哦，哇，阿贝现在你看被这关卡搞到，每天都要在那边实测新的阵容，真的是累，真他妈的累，被搞到你知道吗？被气到吐血，来给我下来，上个昆仑，哎，上昆仑搞不好就过了哦。捆起来，两只完全没练度的，极限四保一，保起来，有料吗？哇，没料，被拆了，家被拆了，保起来，有，我感觉上这个昆仑坦度有变高哦，你们有感觉吗？看我重置一下这个六扇门，对不对？然后把有起来咯，起来咯，各位，哎，干，快喷出来了，就差一点，来，难道？六扇门要下课了，凡普，凡普，哦，这是干嘛？所以说我们给的那个也可以重置，是不是？我们给的那个什么东东，搞不好也可以重置。哎呦，有 massacre。来，我们直接把昆仑练起来。但是昆仑现在，昆仑这个练度要上去啊，要上去才会比较好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呢，先来把这个武当拉到280，因为我们整体输出还是得要够嘛，输出不够的话也是很难玩啊。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武当给养上去哦，突破一下。那我们那个要上到金色，哎，要上到金色，两本加15%攻击力的。然后我想一下，那昆仑我直接换一只出来啊，好不好？直接换一只出来。来，就用我们的这个隐藏的礼包换出来。
隐藏的那个990豪华千道礼包，把这昆仑派给换出来，来直接给他养上去了，各位，养上去啦。那要上到这个，要上到红色哎、欸，上到红色才有办法，才有办法那个开启一个经脉，对不对？那还要两只哎、欸，还要两只哎。不然先这样吧，先这样，我看一下他能力值多少。看才六十几万哦、啊，攻击也才五万。超数值超低的，数值真低呀、啊！那我们只有一个主力输出，我在想，开第三格要不要先给绿色的？我们需要很多绿色的胆胆，我们来开一下绿色胆胆好不好？哎、欸，这周五千多颗啊，也是不太够、欸、好了，来去气化买好不好？我们来去推一下看看。哎、欸，这边买一只出来，然后300块再买一只啊，就可以上到红色了。来咯，来，各位，出发。有武当撑住了，武当没有死，但是，来 hold 住 ，hold 起来 ，hold 起来。哎、欸，啊我的。武当的这个怎么这么慢啊？哇，天下会变超硬的，崛起了，崛起了，各位！哇，阿贝是不是有点力干？妈的，正想说要吹自己一波，妈的都还没吹，干武当就没了。哎、欸，那奶度很哎、欸，这个很厉害呢，输出很厉害哎。对啊，不需要六扇门了啦。对啊，昆仑出了直接。极限四宝一跟鬼一样，来了来了来了，起飞的感觉，起飞的感觉。阿贝唱歌是不是蛮好听的？起飞的感觉。啊，我的冰老怎么又不见了、啊？干，为什么每次冰老都变一级啊？是不是有 bug 啊？每次只要。我重置一下那个等级，然后冰牢就变一级了，就每次是这样 ，Why？ 然后我就要重新的到这里练武场去把它加进来。鬼刚哎，鬼刚哎，气死了命，我气死了命哇！来，感觉有机会过，可是我为什么要想说这个武当？气这么慢啊，是有人在扣我气是不是啊？对啊，为什么气可以这么慢？哎、欸，我们直接让，不然这个不要拿了好不好？这个不要拿了，我把它换给武当，给气挂麦呢。那你的话就加点血量吧。加点防御，加点血量，来出发。看，天师门没了，有有有，比较快喷出来了，有有有，靠腰，输出不够。有喷出来，可是输出不够哎、欸。昆仑练度要高，干，我再，不然我们把这个天师门往后拉拉看好了，反正这个一开始就会变不见嘛，把它放这样。哎、欸，这样站位好像比较好一点，对不对？消失，等于说我们场上只有四个人。有有有有料哦！哇哦哇哦有哇哦呜哇哦！我操！刚我差点过，结果
结果我的武当派没了，真小啊，气死哎、欸！刚被一个兵老收了啊！我要看一下刚刚的伤害，哎呦，各位，是不是有料啊？刚刚被喷一下死光，吸撩撩，来压制一个哇！结果没想到练度的低的这两只居然有没有？看这昆仑练上去跟鬼一样，真的。来，阿贝不忍了，直接氪金了。那阿贝呢？刚刚去氪了这个战令的礼包，战令的礼包拿到一只昆仑，然后还有这布衣雄士这边也拿到一只昆仑，两只昆仑，气死了。这个战力直接我们再给他冲上去啦，给他冲上去啦，冲瑞，快个球！既然阻止我推关，居然让我卡在那边吊住，我直接给他冲上去，直接打到他们受不了，打到他们不要不要的，看他们在球，来。是没有看过台战是不是？台币战士来了，有没有感觉到畏惧？看我的信用卡在畏惧才对。好，来这边我们直接把它先重置一下，我们要先把这昆仑给它启动到这个一阶，启动到一阶，它就可以来放一本书。那我想一下，给他放什么书比较好？我看一下，他是加攻击跟防御嘛，对不对？他们会分两支嘛，对不对？攻击力还有弟弟是给什么？生命哦，那就加攻击啊。给他穿加攻击，生命就比较还好，你知道吗？给他穿加攻击，这样我们的武当的攻击就可以再高一点，但好像也是高不了多少呢。所以，现在是开到多少？哎、欸，我们可以去领一下那个资源啊，对不对？哇，我们要等那个真的等很久，那个侠客兑换不赶快出来，全部东西都吊在那边，大家应该都一样吧？看我这个苦晒嘞，哦，气死真正，你苦晒。每个人大家都在苦晒。这边的话我在想说要先开谁啊，先开天师门还是要先开武当派啊，先开武当还是要开天师门，先开天师门好不好。欸，我的突破单怎么变多了，天师门要坦得住啊，但其实他也没坦啊，他已经归到后面中排去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们前排直接放昆仑，变成天下会一个人在坦。来，哎、欸，鬼啊吧，阿内鬼啊吧，不要再逼我哦，我会处置哦。来来来来来，喷发武当喷出来，哇，慈航没了。再干，我要领这个了，80，哎、欸，很多哈，哎呦，80又可以再提升一下我这个阴阳镜了，对不对？阴阳镜哦，不是伊能镜哦。阿飞，你讲话好冷哦，讲话怎么那么冷？来走，我觉得我这个好像没必要点到这么高，因为我的这个已经变了，我的
策略已经变了。我说这个回内的，好像似乎不用到这么多嘞。那这个就是让你前期开局比较快。那我现在已经其实已经蛮快的。我们拿把这个资源拿去点这里，是不是香？对不对？看直接多了，降低敌方2%的一个多2%，防御降低2%，点这个不是实在多了吗？然后你看，伤害全部多1%，再点一下，哦，降低到15%了，你看，15%哎、欸，伤害降低15%，防御又全部降低2%，最后满是加什么？我看一下，哦。生命提高到15%的一个效果，来，我们来气化马雷。现在我们这个场上已经有三羊了嘛？三羊机车。我刚为什么想把昆仑放上来，就是因为三羊，对啊，三羊机车。有了吧，都提升这么多了，干不要干我，像干像妈干我先干我慈航是怎样啊？干真跳呢哦，够跳干哦，卖他跳好不好？哎呀，对啊，去打我的天师门就对了，那边弄我慈航是什么意思啊？来，直接喷起来了，来了，哇，连喷两个哎、欸，哦，撑住啊！我操，干要过了。要过了，结果武当没撑住啊！哎、欸，有搞头啊！有没有看到？哦，有料啊！对，慈航丢出来了，来，哇，这个再丢一个，碎啦！哇，有料，再加一个，哇 ，amazing！ 来，再喷一个，再起来一个武当。干武当怎么瞬间没啦？干有那个自杀机啦！干有那个自杀机怎么办？先干死那自杀机，我就没啦。干那个超靠背这只啦！啊、哦，阵容明明就已经强很多了，被那自杀机搞死哎、欸！看，刚刚去突破一下吗？阿贝去跑一下这个好了，但是那个又很花时间，感觉迫在眉睫了。干、啊、算了，等明天了啦，今天就放弃了，好不好？还要20000颗哎、欸，20000颗突破单，从哪边生啊？看又不是母鸡，可以一下生一堆突破单出来，生一堆蛋出来。啊，算了，明天。哎、欸，我们强度已经提升很多了吧？有感觉了吧？但是没办法啊，这个。有自杀机啊！干没那个自杀机就过了，那个太作弊了，把他干死，直接跳去我武当，那、啊、武当就没啦、啊。干这凶悍嘛啦，真正哦，凶悍。哎呦，有阿贝竟然过了，我们来带大家看一下，哇！可是后面怎么必杀技都丢不出来，好奇怪哦！为什么？丢一次必杀嘛？慈航没死，丢到2次必杀。好，这边自爆哥准备要自爆了，武当丢第二次必杀，刚好他跳前面。对啊，然后到这里为什么？为什么武当就没有再回气啦 ？bug 了、欸，你看这是不是 bug 啊？武当为什么没有再回气啊？他的气条直接不见了、欸，就喷完2次就没了，害我以为怎么过不去啦，超扯的！哈哈哈！看为什么喷完2次就没？武当你是怎么了？叫你不要在那边瞎鸡巴乱哦。就已经不够力了，还要这样搞？夜夜笙歌，哇，这个阵容可以啊！哎呀，
屌虐，屌虐，不要切我后排，这屌虐，有料有料，哇，独家最新阵容，好不好？有没有看到？好，以后这个阵容就叫阿贝阵了，好不好？阿贝阵。果然玩游戏啊，不是说一直在那边看看攻略，对不对？一直在那边看那个路服攻略，没有用啊。他跟你讲的，你现在我摆上去根本完全过不了啊。要自己研发，自己去踹踹看，对不对？多踹几次。试试看，哎，有没有怎么样去搭配比较合理？这样能不能相辅相成？对，路服的攻略是说六扇门要用到那个，哎，用到你的路服的攻略，就说花间要用很久了啦，对啊，花间一直用到底了。但是其实花间阿贝现在丢上来真的没什么太大用处，说真的，就很容易就死掉了，就是因为。干，怎么我后排被切死了？所以我们攻略就是路服的攻略，我们就参考就好，就是我们可以参考一些东西，例如说准备要开放什么啦，然后有什么都市传说啊，对不对？去注意这一类的东西啊。最重要的还是要自己下去游玩游戏，认真的去游玩。那如果你们觉得有怎么样的一个搭配也不错的话，你试了也觉得超级赞，好，欢迎在下方留言板留言，阿贝马上就来实测一下，好不好？居然只有这昆仑练度这么低，哎，就可以起到作用了。Hold 住啊！啊，路服攻略怎么写？路服攻略说昆仑至少要上到白士，白士才能上场。所以啦，哇，对啊，那我照他那攻略，我都没有自己玩，就听他的，就被雷死啊！哇，一万个突破单，哎，燃眉之急啊，燃眉之急，哇，差6000颗，6000颗，我们又可以继续的往下走。其实阿贝玩游戏都这样啊，我也是会去参考那路服的攻略，但是我就是真的就是仅参考而已，我不会一直把它搬出来然后拍成影片这样，不会，因为你压根你也不知道那个人到底玩的好不好啊，那个写攻略的人他玩的怎么样你根本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像之前对不对，有一个文我就不想讲了，有一个人就是贴他那个路服的账号嘛，一贴出来，然后就开始讲攻略，干，大家看到那个E字头的这个战力，哇，马上跪了，有没有？就干神，他一定玩得超强。结果他写那攻略，我是不知道害死多少人啊，啊，我是不知道。所以说，你看那个谁写的攻略，你根本不知道啊，你根本不知道那个是谁写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也不知道他写的对不对。好，哇，这个后面有点痛哎，但是好像还有机会过哎，我的天，真的假的？张能过？不，我操，张能过！哇哦，哇 ，carry！ 哇哦，跟鬼一样。像阿贝以前玩那个叫什么英雄联盟，我最早嘛，最早我就是玩上路的，我都是走上路的。然后看到那个哈夏GG在玩那个奈德利，我就很喜欢。然后我一开始也是学习他的奈德利。然后那时候哈夏GG是开发奈德利的嘛，他就是玩那个 AP 奈德利。然后那时候整个英雄联盟市场就是全部人都是玩 AD 的，对啊。那我就会想说，嗯，他这个我就会自己去看一下他的技能组，然后去做一个搭配。我就去开发了这个 AD 的奈德利出来。以前这个
阿贝算是英雄联盟里面的那个奈德利之神啊。哦，可以去查，应该还是有一些资讯还在啊。啊，那时候我就只玩，几乎是只玩奈德利啊。然后我开台的那个直播就是打天那个世界第一奈德利，然后说 AD 奈德利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再就是还有那个减 CD 的奈德利啊，这应该很多人都不知道了，那个已经很早期的事情了。哇，干这个真的太强了啦！就这样子哎、欸，一路要推到400%嘞、欸，而且觉得怎么好像没有什么压力啊，没什么压力耶、欸，好扯哦！而且重点是有两只这个练度极低耶、欸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讲到这个路浮攻略，对不对？我们讲那个慈航就知道啦，根本路浮攻略一直都说什么慈航。就是都几乎没人提到什么慈航啊，很少人提到，几乎是零啊，对啊。但你看这个慈航，就红衣而已，哎，丢上来跟鬼一样。慈航还被排到什么练度什么第三再练第哎、欸、什么第五再练什么的，反正就是优先度也是排到蛮后面的啦。啊，谁知道，对不对？结果他这么鬼，我是觉得游戏，反正我们都是在玩游戏的嘛，就可以也可以自己下去踹踹看每只角色。这关有点痛哎、欸，我的天下会要拉等级上去了，这个我要拉了，我直接把它拉到300等，好不好？300等就坦得住了吧？那阿贝接下来的方针呢？我的武当就白四不会动了，我不会动了，就白四了。因为他之后提升，我们之前已经跟大家做过一个讨论了，提升真的是极其有限，极其有限。就是你从白四提升到白四是 CP 值最高的时候，但也不是说提升上去不好、哦，不是这个意思哦，就只说以 CP 值来讲。干这个前排不太行了，你 hold 不住了。前排不太行，现在又缺，哎、欸，干剩下没多久时间了，我是要冲一波啦。干我，干我拖到太晚了，现在已经11:50几了，超白痴的，我干嘛拖到这么晚啊？放弃那个20%进度嘛、啊，算了，放弃好了，能过就过吧，没过就算了。嗯，赛季旅程，反正也要准备那个了嘛。好了，就这样吧，能过就过，没过就算了。嗯、啊，敢差6000颗突破单，然后再过四关啊，我把这个拉到前面，分摊一点伤害。看能不能撑得住，不行，好痛哦！他妈，这直接倒坦哎、欸！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想到了，最后的时间看可不可以冲过去，好不好？可不可以直接冲过去？来，我们直接把这个吸星大法给他拿过来。然后这个攻击直接给它装上去，两个攻击，那这个就给它来加，对这个 ，OK， 来出发。我们慈航如果这个必杀先丢出来，应该就过了，应该就过了，就早点丢出来，丢，干差一点，干怎么？我操，这么痛哦！看就差一点，是不是就出来了？慈航怎么没有出来啊？哦，慈航出来了，出来，碎，有 ，OK， 撑住了 ，hold 住了 ，hold 住了 ，hold 住了，整个场面 hold 住了。哎、欸、鬼，哎、欸、鬼，哇鬼啊，呼呼，哇 ，amazing， 哇，过了，赶快，剩下最后三场，
让阿贝直接顶过去，直接嘟下去，好不好？嘟过去，嘟过去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撑住了，有了，丢出来，靠腰，慢了一拍，再找一麦麦，应该就过了，再找一麦麦。hold 住 ，hold 住 ，hold 住！哇，这干这个怎么这么快啊？哇，剩下五分钟了，要过十二点了。哦吼，来了，迟来的靠背被撞死了，要在这个放之前出来，你知道吗？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哇。我觉得我的天师是不是拿去送火了？把它往后面移看看。来，来起来，丢出来。有有有有料，再丢一个，再丢一个，再丢一个，出来！干，妈的，你隔武当，你这个不举的，干你就举起来，你手举起来就赢了。套盾套起来，靠腰，喊不住，看不行啊，太打太痛了，有办法吗？奇怪，这是不是有点怪怪的、啊？为什么无敌？哦，好痛哦，好痛哦！有了有了，再喷一发，对，赶快出来，武当出来了，对，睡过。哇，剩下四分钟，四分钟，四分钟，冲冲冲冲冲，冲冲冲，锁紧枪，剩下两关，再过两关，让我躺着过一下吧。哇，切后排啦，干切切屁啊，别切啊啊，切的话我们就把这个，干再切到后面去咯，很痛哦。有护盾来了，迟来的护盾，我们可以把这个往后移啊。来，气化麦，让天师们去坦这个刺客。干他妈，直接切切我的武当！来，套护盾出来了。干，别再切我武当了，好不好？干，我武当都已经躲开了，剩下三分钟，不要开玩笑啊！卖卵啊，不要卵小啊！干，我武当是不是没了？靠腰没用啊，他直接切我攻击最高的、欸，直接那个套子就被开被弄出来了、欸，换一下位置，靠，剩下两分钟了，气死哎、欸！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哦，满血血量很充足充，哇，这个早点压头就过了哎、欸。头早点压一下，天下会压头头啊，无情压头，马萨嘎，马萨嘎，我知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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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没有办法、啊？感觉快来不及了，尴尬了。不然我们把一本这个拿去换一下，换吸星大法，对不对？直接给他无情压头，开局给他压下去。来，拜托让我过一下，赶快压头了，靠，要不要暴击啊？哇，剩下一分钟了，完了，哭啊！有机会过的哎、欸，干少扣少扣那个20%，就少推四关哎、欸，哇，应该是。没法度了，干这个刺客他妈真痛哎、欸！干我把武当摆到前排去，他还有办法吗？他还是切我的武当吗？我操！摆到前排去他也切、欸，你看你的嘞，真这太无情了吧！哇，没办法了，要过十二点了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进度呢？哎、欸，推到几倍战力啦？过十二点了，刚转圈圈了。哎、欸，还没哦、喔，还没哦、喔。
有了有了，压了，干，来不及了。哎，好了，那么今天这一集影片呢，就到这边啊，好可惜。那我们就下集再见，拜拜。